我现在玩的是阿尔宙斯哦，我遇到异色的永琪啦，我要是在异色前面存档，这个有可能会气息消失啊。那这次没有气息消失，那就把它抓起来啦。那棵树一直在摇，抓到！如果气息消失，试试看备份存档啊，读取备份存档。我现在好像才遇过两只会气息消失的吧，风铃铃跟吉利蛋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为什么？它有别的形态吗？哇，这样的，男的雄的跟雌的有分哦，还是是我另外一个没抓到？哦，不管了，然后这样的。我没有办法看到熊的异色。OK，那就这样先收台了。